哥哥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分三酱吗？好，分三酱哦。干煸辣椒、葱花、蒜末。酱油膏。又咸又酸又辣。好好吃哦。先拿酱油膏再来。好。酱油。这道酱非常传统，是一个传统的四川酱，老师傅都坚持要做这种传统的。还出出了很多。嗯。辣油。这些啊，其实直接来拌面都好好吃。香油。热拌、冷拌都好好吃。香油，好爱哦，好爱花椒粉。什么东西加一点都好好吃哦。好，风山酱。今天辣豆瓣撒好了吗？等着再放进来。那我看一下豆瓣，这个是风山酱料用的豆瓣哦，用两种对不对？对。麻油蒜素、宝川跟郫县。天混香菜。要完成风山酱哦，风山酱。这个超好吃的，这是一个传统酱。